好啦，我為咗今日可能咧，隨時咧就冇得翻工噶啦。係咁樣 OT 法唔得嘅。唔係啲人睇緊善星海噶嘛。係啊，最緊要係咁樣嘅，真係。好，咁啊，要頭先咧就問咗啦，咁啊到阿 Rachel 啦 ，Rachel 有什麼問題？我想問說，選美當中，參賽者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？哦，評委看來的，在評委眼中看來。對。最重要的特質，一直都冇答過。其實因為你哋首先講得都幾 general， 又話美貌啦、智慧咧一個 package 啦，佢哋就想知道，因為其實表演得一刻嘅啫嘛。佢有冇即係你有冇變叫做好似叫 dummy for 101嘅嘛？你去嗰啲書嗰而家選美 dummy 101，最緊要睇咩咧？那這可能是不同評委心目中有不同標準。我知道，現在就問問主要幾個啦。看看你有份喎，俾少少 tips 大家都聽到，係公平啲好。我想我會揀一個上鏡的眼前一亮的很 sharp 的，就其實不是等於他最漂亮，不過在那個 camera 裡面，他最突出。哇，那都幾 depends on 那天的化妝啦、髮型啦，同埋佢笑容咯。啊，笑容。因為眼前一亮，通常都係個電視機人要好靚啊，笑得咁樣。陳仲大哥成日即係同即係做咗咁多集喺呢個 reality show 裏邊，你覺得通常你見到咁多集，乜嘢令到你係最望住個女仔嘅咧？我覺得首先自信很重要，真的，你在鏡頭裡面既能自信又能非常自然，這就很難了。自信加自然。对啊，有的人可能为了表现得很自信，往往就变成有点做作。哦，其实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误区。做即系自信得滞，就好做作。悠悠，哦 ，OK， 好啦，悠悠。我想问一下评判，有冇一位女性系你哋觉得系最具有美貌与智慧并重噶？好似佢哋嚟選美喎，而家其實即係調翻轉講一樣嘢，就好 depends on 你哋喺下個禮拜總決賽嗰陣。你哋講嘢，你哋行路，你哋嘅表現喺嗰下出咗嚟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做唔到呢一啲嘅時候咧，你點靚，你點叻都冇用。最緊要嗰日咧，你係呢個禮拜多喺屋企 practice 咯，嚇對住塊鏡啊，多啲 practice 嚇。有噶啦，佢就想問咗，如果你係中意你，譬如李嘉欣，佢咪化到個妝嘅李嘉欣行出嚟，咁咪容易攞分啲嘛，又唔答人啦，唔緊要。好啦 ，Henny， 剛剛有點不舒服啊，先問呢個問題。我想问一下评委，我是这里唯一的北方女孩，想问一下你们对北方女孩的，就是印象是什么？对北方的女仔，其实真正系咯。对啊，你笑的印象就好了。咁呢个就唔准啦。两位对睇，对于北方的女仔，你就讲咗好唔同嘅地方，有唔同嘅靓。对。咁我想话对北方的女仔有咩睇法嘅？其实，即系佢哋惊系咪会蚀底咗？其实我觉得个问题就系、是，一定唔会蚀底咗啊！一定唔系，一定不会。是公平啊！你放心了。即系他说，我问他对，你点讲？你讲解释啦。对北方女孩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啦？没有，没有都一样，都跟其他地方的。哦，不是不同的看法，就是有什么不同的印象？有咩印象？北方女仔有咩印象？北方人啊，你好易嘅啫嘛。其實咧，你唔好咁冇信心，不要那麼沒有信心點講？自信，信心啊，信心。因為咧，其實喺中國大部分最出名、最靚嘅女演員咧，都係北方人。哦。所以放心一點，表演 confidence。啊。但係你講國語真係明啲喎，大家都。非常之好啊。OK。好啦，最後啊 ，Jennifer。我想問When you guys get nervous, how do you guys stay calm and confident? Do you? I can't say. 好緊張嘅時候，真係緊張啦！你哋人生，佢想用你哋嘅經驗，面對一啲好緊張嘅時候，點樣仲可以平靜咧？扎冷靜咧？其實我哋都好緊張。In general, 可以做個 3-second rules 啊。咩啊 ？3-second rules. Okay, 三秒鐘。Take a nice deep breath.And give yourself 3 seconds to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. 哦，如果你好緊張，就吸氣吸三秒鐘。你見到啲雞嚟，原來咁嘅時候，吸好深呼吸。唔係啊，錯咗。吸半秒鐘。吸點啊？三秒鐘諗一諗。做手術前吸咗要唔要忍住先？哇！三秒鐘啊 ，3 seconds 啊 ，3 seconds。笑笑啊 ，smile。哇 ，relax， smile。Smile 嘅時候，周圍望一望嘅時候，再 smile 咁就得噶啦。好似我哋而家咁，咁啊輸硬啦！如果你咁樣，梗係啦。
Be prepared the worst could happen. 但是你要对自己要充满信心，要要求自己做到最好。你觉得对得自己住，你就不会觉得赢输其实不是很重要。好了，这个时间得分一分钟，我们 OT 了很久，那再次真的很多谢我们。首先现场的观众多谢你们。谢谢大家。有些来远住纽约都上了来。然後再次多謝我們三位評委，真的很忙的時間裏面，今天裏面 prepare 了，我相信大家聽呢，不單止選美做人都可能是。是多謝 Dr. Golden Hong， 多謝 Michelle Final Digital 的 Michelle， 再次多謝未簽拉麵的 Johnny。 在這裡呢就不要那麼殘忍了，是不是不要你們的 name， 你是不是原本準備 name 的了？有冇選一個出嚟？邊個最有觀眾緣？冇咁殘忍啦！大家咧就記住，由今日而家開始，直至到星期日嘅凌晨3:07:05，投上你對於邊個覺得今晚直至當日，我哋淨係計呢段時間，你哋認為係最有理嘅觀眾緣嘅話 ，cast 隔一隔 ，wow！ 如果係一號就一啦，二咁然之後咧，其中一位我哋會抽出邊一位得到免費嘅 iPad。好啦，咁啊。一個星期，下個星期的同時間，我哋喺邊度啊 ？Richmond Hill Centre for the Arts， 我哋咧就8:00就會正式開 show 噶啦。咁啊，要你即係俾你加，我哋通常有冇抽玩噶？要啊！哦，記得喎，歡樂今宵咧，三位朋友都嚟自香港啦，有啲北方唔識噶啦，我哋教北方啲佳麗啦。咁咧就最緊要，我哋歡樂今宵咧最緊要有一首歌完嘅，唔知洪醫生仲記唔記得香港歡樂今宵係點樣完有隻歌嘅咧？就唔係叫你唱，我問你記唔記得啫？記得，咁一齊唱啦！好，我哋請現場嘅觀眾，大家一齊俾啲鼓勵，用你嘅歌聲，俾啲振靜我哋嘅帶嚟，好唔好？一齊唱！歡樂今宵再會，各位帶嚟為君馬。Time.